这两只小狗昨天才回来的，然后今天我放在这里把它们隔离一下，因为不知道它们有没有病啊。放在这里放一两天，看一下，跟一下，看它们吃跟拉的都是不是正常的。这两个狗狗还是黄的挺漂亮的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大黄。然后这条大一点的是公狗，小一点的是母狗。这个大一点的公狗还是黄狗白面哈，长大了这个应该很帅的。乖狗狗，哇，你们竟然缠在一起去了，等一下我给你们解开哈，好不好？啊，乖狗狗，乖狗，乖狗。嘿嘿嘿嘿嘿，乖狗乖狗乖狗，真乖，真乖，真是乖狗啊！你也舔一下吧，啊，好，嗯，真乖，哎呀，嘿嘿，啊。